一下，媒体朋友可能要请帮我们移动一下位置，让我们保留给粉丝。对，头号粉丝来啦，依序签名，有我们的雷摩签名，还有我们的汤包志军射箭好手。市长昨天有办这个奥运选手签名会，那是有选手们是狂签了4个小时，像林玉婷她的炸物就签到都冷掉了这样子。那这个活动安排上是不是有一个改进的空间？在昨天的过程当中，虽然给他们造成大概吃饭较晚，我嘛甲讲歹势啊，其实这是一个真好的良性互动，希望咱所有爱好热爱运动支持。我们体育赛事的所有和朋友，今天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要长期的支持我们这些选手，好让山区伟当地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这很重要。市长会不会觉得自己支持选手的心也被误解，有点委屈啊？还有网友说您在蹭，期待大家团结在一起哈。我们的选手不是只有这一次受到照顾，未来还能够做到长期的支持。像我们市级的培训，我们不管是在客服、在训练会、出国各方面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予满满的支持。啊，未来进入哈，尤其中央政府更要重视这个区块。啊，中央跟地方一起能够共同来支持我们这些选手，不是只有今天，啊，未来还是要用持续的力量支持。掌声欢呼也特
别的强烈哦。还有我们的柔道女王，大家好，我是柔道选手林真玲。耶嘿！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女儿，我们的这位帮我们介绍的是。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儿，是这样吗？是是是是是。我是拳击选手林玉婷。耶嘿！谢谢。好，那当然今天现场呢，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收一下麦克风，帮我收一下麦克风，因为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应援的这个现场时间要保留给广大的粉丝。那当然今天在现场呢，跟大家可以近距离来接触，未来他们的目标不只是能够继续的推广我们的体育竞技的一个赛事，更加是希望能够再创巅峰，站上我们世界之巅，为我们国家来争取荣耀。在这里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所有的粉丝，借用大家的掌声欢呼，给我们全台湾的骄傲，新北的荣耀，我们所有新北最强的奥运选手，掌声喝彩欢呼一下。好，我们先跟右边的媒体大家挥挥手。好，来往前一步，往前一步，对，好，往前一大步。好，来我们先跟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还有粉丝大家打打招呼 ，Hello， 还有楼上的 ，Hello， 嗨，然后中间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等候3-4个小时以上所有的粉丝好朋友的热情掌声在哪里？还有我们左边的媒体，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各位。好，那我们现在请各位选手依序的慢慢的来到我们的，还有吗？还有中间在一张吗 ？OK， 靠近。新北市也是我们家乡最好的应援力，我们新北会持续的给我们的新北丽娜加油鼓励。各种吗？选手团结的力量，各种最可爱的姿势，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爱，爱心。好，还有我们媒体都 OK 了吗？左边，各种爱心。好，媒体 OK 了吗？右边还要一下吗？右边，对，好。各位奥运选手，新北最强运动员都心系着我们的粉丝，各位媒体朋友都 OK 了吗？中间，各种，对，好，那我们要准备入座喽，各位现场的好朋友，我们的这个粉丝见面会、签名会正式开始喽，所以有请各位奥运选手准备来到我们台前来就座，工作人员稍微帮我们引导一下民众的路线、民众的动线，那请维持我们最高水准的，不管是签名也好，每个人把握10秒钟的时间，也感谢我们头号粉丝，还有对。7位的选手，我们都依序来签名哦。7位选手都依序来签名，我们请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把握时间。好，然后我们桌上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我们新北市为各位准备的签名板，让我们可以一次搜集哦。这个也是大满贯的概念，对，好，有限量哦，限量的这个签名板。那我们请工作人员稍微帮我们引导一下，媒体朋友可能要请帮我们移动一下位置，让我们保留给粉丝。对，头号粉丝来啦，依序签名，有我们的雷姆。射箭好手，因为可以看前面吗？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可能要到9月份休息完回去跟会社讨论以后接下来的路会怎么走，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日本跟台湾的桥梁，然后帮助不只是柔道，希望在台湾体育各方面都可以向强国日本吸收到更好的资讯，然后我会好好做日本跟台湾的桥梁，
希望可以帮助到台湾队。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要去日本取经，然后再来帮忙跟这边跟日本沟通，对不对？这一切就还是要等到这一段时间休息完，然后到九月回日本跟会社讨论，才能跟大家讲接下来怎么走。想跟玉婷有说要把奖牌拿去镀膜，那您有把其他奖牌也拿去镀膜吗？没有，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奖牌都有一个盒子装着，所以其实，在比完赛其实就收在盒子里面，不会特别拿出来了。谢谢。2028，没有，因为现在局势也不大明朗，但是目前就是看起来就是新组织应该是势在必行嘛。那目前就是也是乐观其成，那未来就是当然是会希望说有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秘书长应该也好像出来说我们有确定会加入到新的组织，那未来也会有更积极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些赛事，那希望说当然。就是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样。当时我们想说，金牌已经镀膜了。金牌还没有镀膜，但是已经有就是我们体育文物保护协会吗？对，他们就是有一个专门在做文物保护的那个团体，然后他们就是有联络上我，那说会帮我做，就是奖牌的可能保存，会教我怎么做，然后会帮我这样，对。什么？对，因为现声援他，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互动，但因为就是看，因为其实我对他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你会不会找其他选手一起镀膜那个奖牌？我昨天文发出来之后，其实蛮多选手说他们也需要，对，所以不仅是我有这个需求。大家也有很多的需求，所以我到时候也会跟他们分享这样。对，谢谢。来，这么远拍不到，不要往前挤哈，大家都要经过。站好你的位置，不要往前挤。市长昨天有办这个奥运选手签名会，那是有选手们是狂签了4个小时，像林玉婷她的炸物就签到都冷掉了这样子。那这个活动安排上是不是有一个改进的空间？昨天的签名会非常谢谢，好多好多的热情的粉丝来给我们的选手跟教练们支持鼓励，那看了一种很感动的呀。尤其在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咱这的粉丝看了选手，希望给好好感谢这个力量，所以昨天的签名我们也看到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最主要的在过程当中，我们也随时去调整选手的整个状况，被问选手的状况要不要继续签，那我们随时调整，那随时给他沟通，大家都非常的乐意。尤其昨天晚上签完以后，我一一打电话给教练，还有给林立田，林立田跟教练志强教练接到电话的时候，志强教练讲了一段话。伊讲，看到这么多热情的粉丝来支持咱的运动，我们都非常开心，乐于把它签完。这就是讲，伊感受到咱台湾人，咱对运动三性的重视啊，所以他们在昨天的过程当中，虽然给他们造成大概吃饭较晚，我嘛甲讲歹势。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互动，希望咱所有的爱好热爱运动、支持我们体育赛事的所有的朋友，今天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要长期的支持我们这些选手，好，那酸气味当底，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这很重要。市长会不会觉得自己支持选手的心也被误解，有点委屈啊？还有网友说您在蹭。其实在酸气告年哈，我在新北市服务了14年，有的就从小我们看他长大，所以这些酸气台伯那他妈多年来都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我他们的感情从小有时候就看到现在，我就像他们是一家人一样，
我们都希望他们未来会更好。啊，我是站在不管是市长的角度，站在朋友角度，我喊民众打个连到底，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期待大家团结在一起哈。我来那个双秀不是只有这一次受到照顾，未来还能够做到长期的支持。像我们市级的培训，我们不管是在客服、在信任会、出国各方面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予满满的支持。啊，未来进入哈，尤其中央政府更要重视这个区块。啊，中央跟地方一起能够共同来支持我们这些选手，不是只有今天，啊，未来还是要用持续的力量支持。市长怎么看台湾民意基金会做出的最新民调，说台湾有四成的人认为应该用台湾这个名字来参加国际组织或者是奥会？不管是体育、艺术、医疗卫生，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国际相关的活动，让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的国家，而且能够确实让我们的国人不管是健康也好，甚至在比赛过程当中能够赢得最高的荣誉。好，我们联访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市长，感谢，谢谢市长，谢谢。哎，我有舞台啊，组长，委员，组长，招领我，对，护理人员那边的协会。哎，委员 ，Hello。辛苦了，我们是民选的，我们是民选的，我们是民选的，不要再向前，不要再向前了，不要再向前了。等一下，来送一下。